是你们有礼貌，小红啊，昨天把大男神，其实是刚才啊，刚才把大男神送我的这个考古的盲盒给他拆出来了，然后现在给他试色，但是我数了数，一共15个呢。我觉得今天一期可能做不完，所以呢，我准备啊，分几期做，这样又能扯一期。主要是什么呢？主要是因为这屋真的太热了，也就是说，因为啊，这个这两天不北京要下大暴雨吗？我们明天都停课了，在家办公。你想想，我这雨得有多邪乎？也就因为这个，所以还稍微凉快点儿，不然的话真的太恐怖了。叫奶泡，奶泡呢，它是有两款，一款呢是这种细粉儿，你们仔细看啊，它是特别细的细粉儿，然后另一款呢是有这种大片片，看了吧，大片片。这个呢，这套我就留到明天再试，我今天先试这七个，这个叫斯内普，哎，这个绿真的很斯内普。然后这个是山海经系列，叫三株树。哇塞，粉金是吧，又粉又金，好看。这个是九尾狐，哎，这俩长得好像啊，你仔细看，一个是更粉，一个更金，好像是。然后这个叫西王母，这是蓝绿，哎呦，有点意思啊。先调焦吧，拿出我的黄金甲，我黄金甲马上就使光了，但我一直没买新的呢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天热，我都不爱做了，太热了这屋，哎呀，等会儿啊，就我有可能有太长时间没做了，没做滴胶了，我好多东西搁哪儿我都记不清了，这是不是有点不太好？穿过的胸膛，一望无际的原野，陪你去流浪。哼，对不起，我脑子里头全是躲汉子，我满脑子都是躲汉子。你看这个黄金甲搁了这么长时间了，都没怎么变黄。这个叫什么？它这个皮儿都黄了。这个皮儿都黄了，这个液体居然没黄，可还行啊。23×3=39，69。看这个模具已经都用的次数太多了，发黄了都。但是我觉得它还能再坚持坚持。这也是大男神送我的，但是我之前也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。但我那个比它这个桃心好像要稍大一点点。哎呦，拿秤干嘛呀，我可能是脑子出问题了。拿七个杯。然后咱们那什么，我给你们讲一讲，今天给你们讲一讲这个职场生活的险恶吧。因为就是反正我上学那会儿啊，最大的愿望就是赶紧上班，因为我觉得上了班了自己做主，自己挣钱自己花就很爽。然后那个时候所有人都跟我说哎呀，你上班的时候你就知道上学有多好了。然后我就是不信，我就是觉得他们就是瞎说的，哪有比自己上班挣钱更爽的事儿呢？直到我上班以后，就是我们每个学期的期末都会发一张教师意向表，就是你下学期你想做什么工作，你要自己写一个意向表，就是写上你下学期想干什么。比如说吧，我今年教了一年级，然后呢我想下学期接着教，然后我今年教的语文我想下学期还教语文，还教我下这个班，你就在意向表上写上我明年要当二年级的语文老师。就是学校会根据你的这个意向给你安排工作，但是呢也不是说你的意向就肯定会遵守，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啊。但是呢这也是一个参考，其实呢谁干什么领导早就安排好了，你这个写这个意向呢也就是走个形式。因为我那会儿不想当班主任了，我年年的意向都写的是想去教劳技，想去当劳技课的老师，然后呢还写身体状况有一个这个三棵树三株树，这个身体状况我年年都写的是不好，但是没有任何人在意。我太美了吧，它有一点砖红色的感觉，多搁点。哦天哪，我又发现了啊，大男神的这个盒子上也印了，也是定制的盒子。哇塞，越来越正规了。哇塞，很浓郁，你感受。然后我年年都这么写，我就是不想当班主任了嘛，但是根本就没有人听我的，也没有人就是管我写的是什么。然后今年我不是去后勤了嘛，这项工作就归我干了，我负责把这个表给印出来，然后发给每个老师，然后再收上来，然后呢再看一下谁交了谁没交，就这样啊，就很简单的一项工作。然后呢我有一师傅，我师傅呢对我挺好的，然后他人也不错，然后呢是我来了这学校，我就真的是来这学校我就跟他搭班，一直搭到了两波学生。哦，打开就能看出区别了，这个发粉那个发红，我给你们再打开你们感受一下。我从外头看觉得他俩怎么一样，我甚至还以为他给装错了，能看到吗？
能看出区别了吧？这个更砖红色一点，然后这个更那个粉一点，然后你从这块也能看出来，这更粉，这更红，是不是？哎呦，然后我说，我师傅对我特好，然后师傅是那种老实巴交的人，然后就是勤勤恳恳的干，也不争名，也不图利的，就是一个老实人，好欺负的老实人。所以呢，我们学校有那种特别难崴过的学生，都扔着我师傅他们班。就比如什么自闭症啊，什么多动症啊，什么就是你说他有问题吧，他也没问题；你说他没问题吧，他也有点问题。哦，看出区别了哈，我还以为这俩装错了呢，怎么外表看那么像？一打开，哇，内有乾坤。然后呢，我们学校有一个领导，就是那种不干正事儿。然后呢，不是我的领导，是之前管语文，后来又管德育，就管班主任那摊的一个领导。就是之前我已经发过视频说过他的问题了，你们应该有印象，就那挺讨厌的那个领导。然后呢，他跟我师傅一个屋，在一个办公室。然后他有我师傅他们班的课。然后那天他为什么呀请假没来，然后也没人上课，我师傅就给他代课去了。然后呢，但我师傅根本就不知道他不来啊，然后就等半天看没人来上课，他就去代课去了。还就问他说，哎，你那个没来上课啊，开始还以为他忘了或者怎么样了。结果他就说，啊，你老教师了，你这点自觉都没有吗？啊，就那意思，我是领导，我没来你就得给我上课，就这意思，你知道吧？给我师傅训一顿，给我师傅气疯了。然后他还有几年其实就退休了，然后他开始有点叛逆了。他就在那个，就是我不是说有一个下学期要做什么的那个意向表上，他今年教的是一年级。然后呢，他在那上写一个想教，他教着一年级语文，然后当班主任，哇，好斯内普啊这个颜色。然后他一年级语文当班主任，按理说啊，要不然他就写二年级语文当班主任，就接着这班接着教带到二年级，要不就从一年级重新教，结果他写一教科学，要上科学课教科学，好美啊，私教的颜色，太美了这个。然后他们屋有一个小孩儿，比我大一岁。就二话不说啊，就这个表刚发下去，然后交上来的时候，刚交上来，立马那小孩上我们屋告状去了，就告状告我师傅，就跟我们屋那个领导，我现在的领导就说啊，那个谁谁谁老师，那个语文老师写一科学，就在那告我师傅的黑状。但是我在那屋呀，我跟我师傅多好啊，那么多年的感情了，我就默默听着了，但是我也没有明说啊，我跟我师傅也没有明说，我就跟他说那天学生考完了试，放假了。学生放了，我们没放。然后我师傅中午，他们整个办公室的人抽什么风也不知道，去买了几瓶啤酒，想在办公室喝啤酒。然后我师傅特美，滴溜着一两瓶啤酒，还跟我说你也来一瓶，你也来一瓶。我说你别美了，你都让人点炮了，你还美呢？哎呦喂，我真的特讨厌那种，尤其是你说年轻人，你说你岁数大点了，哎，你事儿多点也就罢了，年纪轻轻才比我大一岁，这远古生物陈列馆还挺漂亮。你看它是绿的吧，但是接触到水它又变蓝了，好漂亮。然后晃了晃，哎，它又绿了，但是呢又蓝色偏光。你说你年纪轻轻的，你想往上爬或者怎么样的啊，你不会那个自己努力啊，依靠那个给老教师点炮的领导那儿。那是什么人呀、啊？我特别不耻，而且我们俩有点私人恩怨，也不能叫私人恩怨吧，就是我现在不是负责印卷子吗？他老让我给他印卷子，然后呢，他闺女现在也上一年级，他还老让我给他闺女印卷子，这我都可以接受，都可以忍啊。他特缺德什么呀？他们年级一共有150个人吧，就算，然后每次印卷子都是一个年级150个人印150份就完事儿了，知道吧？他妈那天跟我说什么呀？说。哎，你把那个卷子印的时候，你按照班印，这个班多少多少人，30几个，那班30几个，那班30几个，说你按照班印，这样呢，我省得数了。我操！我说怎么他妈不拦死你啊？就这种人，你知道吗？他也就是一个普通教师，然后比我还来学校还来的晚，他是从别的学校调过来的，然后他有什么资格来指挥我呢？然后又跑我们屋去给我师傅上眼药去，那特别可恨。这就是职场的黑暗，同志们。我师傅也特别叛逆，这回为什么选教科学呀、啊？就是因为他觉得被那个领导给数落了，他特生气，他不想在那领导手底下干活了，就这样，特逗。反正这些事弄得我就特别的不太喜欢上班。我的心目中的工作就是那种 TVB 的那种精英剧，职场精英的那种电视剧那种感觉。但实际上一工作，我发现操，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。我想多了，哼。斯内普太漂亮了，能不能出一个哈利波特全款全系列，然后买爆它，就是黑中带绿，绿中带黑，然后还有一点点的金色，就很斯内普，然后很斯莱特林。
真会配，真会配色儿，真棒。然后现在学生也跟以前不一样了，以前就咱们小时候啊，哎呀，我也不能跟你们说咱们，我小时候你们可能还没生呢，但是我也有稍微年纪大一些的观众啊，哇塞，你们看这空穿蓝，这个绿太漂亮了，就我也有一些年纪大的观众啊，就是我反正我小时候啊，就是老师是遥不可及的存在，就是我真的就觉得老师就是神，我就不敢接触，也不敢跟老师怎么着说话打闹什么的，我就觉得老师真太神圣了。现在的孩子，哇塞，拿你当那个什么，拿你当佣人。那天就我们屋，我们屋对面是校医室，然后有一学生，这个在校医室门口找校医，应该是找校医要口罩还是什么呀，忘戴口罩了。然后呢，他敲了敲门，屋里头不知道是有人是没人，还是说他，因为他敲的门声特别小，可能是校医没听见还是怎么着，我也不知道啊。我等会儿出门碰着他了，看着他了。然后呢，他也听见我出门了，他就看着我，我就看着他，然后他就敲了敲门，然后校医那儿也没声，然后他就问我卫生老师呢。我哎，你说我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哪知道卫生老师呢？哎，这而且特横那个语气啊，那个表情也特别欠揍，就问我卫生老师呢。我说我哪知道啊？我说我给他藏起来了。然后他就乐，我说你自己不会那个敲门呀？然后自己才敲的门。我说你喊报告，进老师办公室不喊报告，哎，推门就要进。我说你喊报告，哎，喊了声报告，人家卫生老师在呢。其实就是他敲门声太小了，卫生老师没听见。哎呦，现在孩子真的是可横了。行了，先这样吧，就到这儿吧。然后把这个多余的胶刮一刮，做一个五彩斑斓的黑出来。我真的就觉得吧，我的理念就是。工作就工作，别搞那些贼心烂肺的玩意儿。所以我到现在我也没爬上去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呢，我真的是不耻，好多人的那种好多做法吧，特别不耻。尤其是教师行业，就是特别讲究那个老少尊卑的一个行业，知道吧？哦，你一个年轻教师，你怎么能跑到领导那儿去啊？给老教师，还是你们组的老教师，同组的老教师，去给同组老教师扎针儿去？怎么想的？哎，我就说回去了，这个事情，反正你们懂的，就这意思吧。行，明天啊，我把剩下那个几个果泡，奶泡给试色，然后顺便把这个脱膜，行吗？这样呢，不就不那个不耽误功夫了吗？省得那个它不干或者那猫瞎折腾，行吧？那今天视频到这了啊，同志们，喜欢的话，哎，我也没脸。